箴言第31章第28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好了，当我们讲到关于教师的时候，有一样东西不能够不同你分析的，就是什么呢？原来有很多东西，为什么这个时候神才让教师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带领你去学习成为一个的全职或者一个纯职士呢？而事实上这个时候才出现，其实它有它的好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你越知越少，而用你的优美的内涵去行你的信仰，越多呢就越好的。因为当一个教师将很多这些所谓内容去脉讲清讲错给你听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人根本自己都分不到自己是不是动机不顺定的，于是乎开始做了。但问题这些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那个人动机不顺正，所以神给的奖赏亦是少的。所以始终我们一定要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更新自己，我们自己要考察省察自己，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的动机纯正，将我们内心的污秽挪开，我们试过用我们这个开垦了的土地去种这些百倍祝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才是打好的根基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教师教你的时候，当然没有个教师教你，甚至不纯职事你都绝对不用自己进去，是不是？但问题有一个教师教的时候，亦相对某一些东西呢亦挪走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字眼，我在这里再花少少时间给你理解，就是所谓赢在起跑线。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只有牧师才可以帮你赢在起跑线。到教师的时候，你已经是由一个初信变成一个侍奉者，一个帮手的帮助职事去学习五旬职事嘛。那时候你的根基基本上打晒了。但是那时基本上已经决定你一生呢，可以说呢已经决定了你九成的奖赏的了。因为由教师之后呢，你能够发展多少呢，是在乎你之前的根基。或者你要奇怪，咦，那教师有什么用啊？事实上教师才使到你呢向着将来你已经预备了的根基呢，将你的奖赏增加1万倍咯，是值的。但是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根基的话，你的奖赏就算增加1万倍，即等于你将1万乘1万等于1亿，但你的根基只有1，就算增加1万倍，你不会有1亿，你有1万而已，明白吗？少人1万倍。所以变成原来赢在起跑线是使你呢是同一个可以说起跑线呢不顶不掉啊，没什么所谓啊，等我中年晚年啦，或者玩够啦才回教会啦，那些呢是争绝对不止1万倍。因为你听我解释你就会知道，你自己都会计到条数呢是点止争1万倍，还争好多添。其实赢在起跑线呢，你会发觉牵涉到呢你去怎样祝福一个好初期你认识有先知恩高的人。当然呢，对于一些本身自己有先知的恩高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哇这个将来仕途，一眼就看到这个是将来先知，那你就真的很大机会赢在起跑线。有少少 cheating， 是不是？人家都未知那个先知，你因为你有先知的恩高，你知道那个人将来先知，是不是？但另一样东西，除了是你可以祝福身边的先知，那会不会是一个神将会大用的教会呢？或者真命天子的教会呢？如果你在起跑线祝福他们的时候，其实呢牵涉到为什么会导致你赢在起跑线呢？就算之后这人10年8载之后，或者教会大了之后，他扑倒入来花尽很多东西去付出，但是问题都跟你争1万倍的奖赏。所以你想越早是越好，如果将那样东西不断拖迟的话，你根本是自己惩罚自己，就算神不惩罚你，你都惩罚自己的。因为为什么呢？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原来他会牵涉到赢在起跑线呢，神是这么重视啦，同埋譬如好似神最爱的教会呢最常有这个问题啦。譬如举个例，新约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未停过逼迫啦，是不是？当时他们的殉道啊成啊全部都是发生头100年的啫嘛，就是新约教会开始的头100年咯，是一路剧烈下去的嘛，是不是？但问题就是原来呢在起跑线呢是你先至会遇到一样东西，是从来你有生之年呢是一路以后是错失了的，是没可能再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遇到一个叫做呢咒助最少祝福最大的机会。点为之咒助最少祝福最大呢？或者你不会明白，因为你根本即是你不会说在圣经当中去研究很多，好像我这样程度更加不好像我这样有33年的侍奉了都有33年的光景，去亲眼见证这件事或者经历这件事。
原来你在你人生当中呢，是只有一段时间呢，神是给你，是独家是你的，就是属于你的信心起步点，然后跟着呢就有没几耐就属于你侍奉起步点。侍奉起步点当然大家知道一定是教师帮助你的，但信心起步点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牧师帮助你的。咁信心起步点嘅时候系俾你遇到啲咩呢，其实就会遇到一啲呢，譬如可能神将来会用个先知，譬如就讲我咁啦，就是如果你喺好多年前遇到我嘅时候呢，其实一个真系神将来会用嘅先知呢，其实在神嚟讲，神知道过去现在将来，在神眼中呢个人根本就系已经系先知嘅。明唔明啊？而并且佢嘅存在，佢摆喺呢度，同埋神安排喺你身边嘅所有嘢，都系为咗等佢将来成为先知。在神眼中呢，佢根本就已经系先知。所以在那段时间你祝福他的时候是易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缺乏嘛，因为他一定会经历神所谓主角式的磨练的嘛，是吧？所以变成你其实醒水的，看见我们又遇到双样水，明明我们做到啱到没人有，真的可以说绝对合乎这个资格叫做啱到没人有，正确到没人有的情况下，竟然受到一个无理的对待和逼迫嘛，还要被自己所谓基督教去出卖嘛，是吧？你明白就是你醒水，你可以看到这些只是看小说才见到的情节来的，这个还不是在人生当中的主角。所以变成原来这些主角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磨练的时候，其实你就算那时候你当你给1000元他、啊、等他可以生活，那时候已经是雪中送炭了，你知不知道？那时候你这个祝福呢，其实是一定是会被这个主角纪念，也一定会被神纪念。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是看你当时能够给到他的助力是多少，而给回果子你的嘛，是不是？箴言第31章第28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期望行义，愿我坚守主意志，满载光辉意义，内心可想求为我转变，赤诚心正，每日尽力尽心尽意。神啊，求你细听这爱诗，显故事炼净我心里所思。神啊，愿你全陶造我内心，并在下次生命被主做实现美善。